为何结他可弹出单簧管声音？要认识 OMB 结他吗？今天和你一起开箱研究。提醒一下，假如大家都喜欢风琴吉侠卡洛斯的频道，请于右下角按订阅。假如希望第一时间接到新影片的通知，请按叮当。亦欢迎大家按赞及留言发问。原来这结他称为 OMB， 是 OMB， 不是 OMG。OMB One Man Band 一人乐队。这结他是差不多一年至两年前众筹购得，现在才收到。它其实是一支 MIDI Guitar 电子结他。OMB One Man Band 之意。为什么可以成就一人乐队呢？待会解说。结构上和一支普通电结他没大分别，一样有三个拾音器，安装弦线，接驳扩音部分，与一支 Fender Stratocaster 无异。Headstock 也是一般设计，但尾部多了一个 Module。原来这 Module 也可分开选购，把这 Module 安装至普通电结他或木结他、钢线结他，都可以获得 MIDI 功能，很神奇吧？配件方面有振臂、工具等，多了一条 USB 线。那你会知道，只有电子设备才有 USB 线，普通电结他应没有。那就是说，这结他不是普通结他。这 USB 线是用来连接 iPad 或电子器材的。先不说 MIDI 功能，插扩音机是有声音的，都有声的原来。试弹后发现是普通电结他的表现。接下来要下载 Apps 测试 MIDI 数码功能。OMB Apps 有安卓及 iOS 的版本。为了方便，我选用了 iPad 下载，在 Apple Store 进入 OMB 下载。由于是众筹项目，程式也要求用者 Report any bugs。在这画面有混音器，有个 Start 按键，我是按下。有些鼓的节奏就是 One Man Band 的意思吧，即你一边在弹吉他 Apps 一边伴奏。我做了一些资料搜集，知道了它的原理。原来很 STEM 利用了吉他的金属 Fret 能传电，手指按下，电流由金属弦流至金属品，就能检测你按了什么音。正因如此，其他地方要做绝缘，以防止不必要的讯息，像 bridge 的部分，还有 stock 都有黑色绝缘管包着弦线。不知是否我收到了很久才试用，我看到弦线有锈迹，我怕影响其传电性能，打算换一套新弦。换新弦的时候一定要把绝缘管放回原处。除了要加绝缘管，其他上弦调弦和正常一样。但由于要加绝缘管，时间费多了。还好电结他弦的头是有颜色的，照着包装的颜色指示一定不会错。电结他及钢线结他都用金属弦，音高很容易稳定下来。说回来，这结他用了传电来检测。尼龙线结他是用不了 OMB 装置的。卡洛斯见过不少 MIDI guitar， 始终买不下手。有些在纸板上用按钮假装成弦线，有些用了假的弦，弦线的张力不是正常的。
只是让你有左手按弦、右手弹弦的感觉，而发出 MIDI 的声音，不能当成真的电结他使用。OMB 却和电结他一样需要调音，可以常成真结他使用。若要启动其 MIDI 数码功能，便要长按按钮7秒，亮了灯便可在 Apps 连接蓝牙。连接了便要进行 Calibration。每次显示红线，你便在结他的相同位置按下六弦，让它检测是否六弦都接触 Fret。构成电子回路，成功便会转绿色，跳到下一 fret， 一直重复做，直至12 fret。手指不够力的，请用 capo 调校完成，在 apps 按下 solo， 检测是否每个都会产生一个数码声音。提示：只需左手按，右手不必弹。每格都测试好，这电结他便摇身变成电子结他。我认为 MIDI 结他是哪类人使用呢？就是让不懂弹键盘的人用结他手法输入音符至电脑，从而作曲。对卡洛斯却只是玩具，可以让我用结他手法，但不同音色。既然它有个 OMB 的名称，便一定要试试一人乐队的功能。我开启了自动伴奏，试用接他手法即兴一番，感觉很不自然，因为右手不需弹，只是右手按，感觉很奇怪。后来我又发觉另一功能，它能检测我按什么和弦的。只要它知道我按什么和弦，我相信 Apps 有能力根据和弦产生自动伴奏。这才是 OMB 的终极意义吧。有时我也搞不清想要还是需要。我等了这么多年，却是想要一支 MIDI 数码结他。买了回来试过满意，我却没有真正的用途。我自己懂弹琴，又懂 Step Right 作曲，又何须用它输入呢？我觉得用按格输入更麻烦，还是开了扩音机，当成普通结他用吧。但我也认为购买是满意的。最少 OMB 达到 MIDI 结他的标准，不是用假弦线假按钮，而且它利用弦线及 fret 传电这方法检测，我认为很 STEM 令我耳目一新。喜欢我为你介绍 OMB MIDI 结他的，请加赞及留言好吗？